究竟是什么样恐怖的存在，竟让士兵们如此惊慌？只见一群透明状的不明生物朝着众人袭来，士兵迅速扣动扳机，黑色的铁屑散落一地，瞬间将怪物死死缠住。然而这种特制的弹药根本不能将其消灭，很快怪物就挣脱了束缚，所有人见状急忙撤退。他们只能一边撤退一边开火，无奈身后的怪物越来越多，眼看着已经无路可逃，众人只能暂时躲进一辆破旧不堪的公交车内。好在关键时刻，救援队开着坦克及时赶到，二话不说对着大楼就是一阵狂轰乱炸。 可人类的武器对他们根本没用，反而彻底将其激怒。接下来真正的杀戮开始了，真的是非常好看的一部科幻大片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看后续合片名提示，保证你看完直呼过瘾。